来，朋友们，咱们来看看这一颗6月20几号吧，啊，靠节的一颗桩，看看现在愈合没有。以前这个顶子是一直不出芽，没办法，所以只有拿一盆桩桩来给它靠在这里了。已经几个月过来了，看看现在的愈合效果怎么样啊？这个愈合效果还是挺不错的，基本上都连上去了。唯独的一点不足的地方呢，就是开槽的时候开得太浅了，现在呢导致外面以后从这儿截断过后，这里会有一点点伤口，但是问题不大，最多也就是1年多2年这个口子就看不见了，还是蛮好的。等过一段时间开春了再截掉吧。喜欢金蛋子的朋友们给个双击关注，感谢支持。